这才是度假，这才是度假。去逛那些景点，什么根本就不是度假，那只是在赶路程表而已，悠闲的躺在海边，手捧一个 coconut， 吹着海风，外面就是海景。这个海滩叫什么来着？来格兰岛就来沙美海滩，不像那些什么导游带你去的海滩，游客很少。<音乐> 你还要拍我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没看懂，手机进水了。<笑>